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天气持续晴朗炎热，基隆七八两个月的雨量创下新低，其中水源之一的贡寮双溪地区降雨量更比去年大幅减少85%以上，也造成中正和信义区供水困难。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到新北市视察贡寮坝状况，并且了解自来水公司的应变计划。林佑昌要求水公司在8月15号把民生用水送到所有停水家户中，让市民可以储水备用。三级的话会自动导报，它目前因为降雨量比较少，所以它都是深坝蓄水，但是因为真的太多天没有下雨，它水量一直降低。那我们的取水口就是在这边，就从这边取水进来。那目前的水位已经到1.15米了，所以我们最低只能抽到1米左右，所以现在的水位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水公司股长向基隆市长林佑昌说明贡寮坝目前取水状况。由于贡寮双溪地区主要供应基隆中正信义区用水，不过今年气候异常，七八月降雨量比去年大减85%以上，造成中正信义两区出现供水困难。今年到七月份只有39公里，那八月份呢到现在只有9公里而已，所以下的水非常少。基隆河也是一样啊，所以造成贡寮支援到新竹地区，主要就是刚才市长提到的信义区、中正区这两个高地区，那支援的水量就变少了。那我们有好几个做了好些努力跟措施啊。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就多从北水处这边购水啊。可是北水处的水不能直接支援到基隆，它是直接支援到汐止这个地方。那汐止平常由新山水库出水的部分，那可以就可以少出水很多，改由这个北水处来支援。那另外我们也积极在接洽这个水利会啊，能够多移用一些这个灌溉的相关的这个水。那还有就是从新山集水厂还有安乐啊，还有这个暖暖这边呢，增加一些出水，从这个重法加压站这边呢，打到这个信义跟中正高地区，希望能够再让这些高地区的用户能够早一点可以有水。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前往新北市的贡寮净水厂视察贡寮坝取水状况。林佑昌表示，在雨水公司多方协调下，中正区大型社区水塔已经注满水，至于信义区部分高地社区则要求自来水公司集中力量，在8月15号把水注上去，希望恢复供水，让家户至少可以储水备用。要针对我们基隆市目前还供水不足的这些区域，特别是刚刚提到的丽景江山周边几个大型的社区集中力气把资源放在这个地方，那今天无论如何要把水把它供上去。那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全台湾并不像其他前一两年是全台湾都缺水，那个时候全台湾都缺水，只有基隆这个水库还有将近100%的一个储水量。那现在是这个因为东北角没有降雨，基隆部分地区缺水，不过其他的地区水情是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自来水公司比较有力量，可以从其他的县市，来调配相关的一个资源。我们会跟自来水公司，来做研商，那有必要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把这些包括游泳池或者是其他次要用水的部分把它停用，我想把水把它每一分每一滴都把它节约起来，来供应民生的一个用水。一步步水车直接开进丽景江山社区，社区居民赶紧提着水桶前来取水，因为从8月10号起这里就无水可用，居民直说快受不了了。我就是不来工啊，都没水啊，哎，都没水，完全没有水，这麻烦了。哎，水塘好去用，要下班了用。进了，谢谢大家。有进了就好。谢谢市长了，谢谢。掀开水塔，听到水声，社区居民开心的鼓掌叫好。在基隆市长林佑昌强力要求下，自来水公司动员多部水车载运数十吨水，直接引进丽景江山各栋社区的水塔里，再输送到各家户中。林佑昌也特别到社区与信义区多位市议员共同向社区居民报告这项好消息，也提醒居民储水备用。在过去几天停水的这些社区或者是区域，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水送进来。
好，那所以我下午这个时间呢特别过来缺水最严重的丽景江山社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点也就是我们社区的居区。好，那刚刚很高兴这个有听到水声那所以也已经注入这个水塔里面。那接下来就是等水塔注满，然后往上面打到这个楼顶的一个水塔之后，就可以开始供水。刘昌强调，虽然气象单位预估八月底会有一波锋面带来降雨，渴望解除基隆缺水危机，不过还是呼吁所有市民节约用水，才能共度难关。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基隆信义区美的世界缺水第九天，自来水公司持续派出水车供水，消防局连续三天派水箱车协助输送175吨的水注入大水塔，让水塔水位逐渐上升，解决无水之苦。民众推着水桶浇花，但这些水源全来自住家旁的堰塞湖，而不是住家的自来水。这一桶一桶提哦。社区公园刚开的花不敌烈阳曝晒，有的已经枯萎，居民不忍心，只能到旁边的阴梦湖打水灌溉，种一些花让它漂亮一点嘛。哎，结果呢？对不对？嗯。啊，结果现在缺水啊，可是你不能放弃啊，放弃你前面种的都完了。你看那个篮球场那一整片，那个现在都开仙丹花，红的、粉的、黄的，很漂亮啊。啊，你不浇它会死啊。社区内的洗车店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水量很小，暂时无法营业。店里堆放大大小小水桶就超过10多个。没办法，没水就是没水。美的世界社区在消防局水车的协助下，将自来水水车注入水箱车，经过高压输送，再注入社区300吨的水塔，让三天前原本已经见底的水塔注入了超过150吨的水，预计这两天就可以供水。这个水塔是有300吨的储水量，是吧？那因为这个水塔是专用于在我们美的世界社区，我们社区里面有250户的住户，是吧？那因为在这个水位如果没有达到一个满那个就高水位的话我们这个是属于一个高地供水，用动力组的方式来供水。所以这个家务还没办法去享用到那个水的资源进来所以我们尽量说用这个像就是河源来争取的啦，是吧？用消防局的车辆来做高压的那个输送。一般的自来水车的压力是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消防车的水柱呢，它本来就是在救火用的，它的压力非常的强，几吨的水大概是。不用几分钟就马上就是可以灌入我们水塔，所以说我们就是会建议说以后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就是把这个水注入我们社区里面的水塔，让公民众使用。我们消防局大概从13号开始那前天昨天还有今天我们陆陆续续提供我们消防车给我们相关的一个社区，那也协助自来水公司他们来输送这些水源。那目前来讲，这几天我们一共提供了28个消防车的车次，那还有175吨的那个水源。我想这些水源对我们消防车来讲是没有影响因为但是这些水源呢，我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能够一起来珍惜大山澳坑地区持续的缺水，深溪路一带店家没有水，干脆拉下铁门休息。而丽景江山社区持续派水车来供水。我们做吃的嘛，你不能洗菜洗的干不干净，你要怎么吃？基隆持续高温，没有下雨，水库只能再撑10几天。面对即将可能采取的分区供水，民众还是要珍惜水资源，共体时间。记者洪绍明，基隆报道。社区儿童游乐场是许多市民共享亲子时光的好去处，不过仁爱区虹桥里一处儿童乐园里面的溜滑梯等游具今年4月突然遭到拆除，让虹桥里居民感到意外。里长更在基层访视座谈会上向市长陈情直呼可惜，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关心。位于民传国中上方的虹桥社区儿童乐园，园区内设有溜滑梯、荡秋千等游具，多年来一直是当地居民带着小孩游憩的好去处。不过今年4月，这些游具却突然遭到拆除。当地虹桥里里长李碧霞在仁爱区基层访视座谈会上，当场向基隆市长林佑昌反映，直呼好可惜。一个户户的
囡仔耍的所在，啊，规个拢啊疼疼应该，而且疼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哎，我是第二天听到里面说，哎、欸，啊你奈我拢都为你起命拢好好，啊奈拢拢啊挂重的重应该，我第二天才去，才到现场看到，我感觉到真的非常的可惜。对此，大区公所区长林文琛表示，主要是近几年中央要求公共场所游戏器材需通过安全检验。市长林佑昌进一步说明，营建署设有儿童器具相关规范，需符合规范，否则不安全就需拆除，以避免儿童在游玩中受到伤害。基隆市政府已经在着手规划，重新申请经费建置安全的儿童游具。因为我们拆除也是不能使用，那现场还是要把它封闭起来，不能使用。那经过我们讨论结果，就是说先拆除，那后续我们再来争取经费的设置符合标准。现在包括溜滑梯等等所有的游戏器材，一定要经过那个内政部的中央标准检验通过以后才能设置。中央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你今天如果不符合标准，如果发生了小朋友受伤，或者是发生了其他的意外，这个会有衍生国赔的案件啊，会有问题。那以前因为没有规定、没有标准的划定。那现在又有标准出来。另外，书院里长林文肯反映，位于仁爱区行政大楼对面的士定古迹修竹居周边巷道路面凹凸不平，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加以整修，以维护居民通行安全。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慈云寺今年普渡法会受到疫情影响，虽然没有出现往年人潮，不过参加占卜的物品超过了1700份。庙方举行盛大的普渡法会，信徒全程戴口罩参加普渡，祈求疫情赶快过去。基隆慈云寺举办中元普渡法会，广场前信徒络绎不绝，带着贡品前来普渡。平安就好啦，大家平安啦，吼，啊，搁这疫情哦，看下安尼。广场上摆满各种贡品，慈云寺准备了50多种素食，让好兄弟享用。今天是那个咱旧年七月十八哦，就是那个普渡日子哦，啊有那个各所在的长铺，差不多1700份，啊嘛有那个市长哦，林佑昌市长啊那个。候选人那个蔡思燕，还有那个谢伯良，他们都拿一对一对的那个来贡品来，这展铺安尼吼，啊，伊就今下吼庙方嘛，总是足济足济素材吼，啊，嘛拜托咧高僧来制作，哦，所以办到足隆重的，啊，同时哦，每一年拢有增加这个人来展铺的数量哦。我在老道讲好兄弟哦，保庇咱大家平安顺心哦。今年参加代办占卜服务的超过1700份，堆成两座小山，信徒参与踊跃。哦，参加好多年，好几十年了。方便在哪里？啊？方便性在哪里？方便了，我们就是住在会附近而已呀、啊。啊，就是这样子，很方便呐、啊。我们慈云寺哈。每年的普渡法会都是我们这地方的盛事哦。我从小就穿着开裆裤在这个庙门口这边玩了哈，所以我从小到大都在慈云寺这边长大哈。所以看着我们慈云寺每年参加普渡的人哈，每年比每年都一直在增加当中哈。最主要是因为说我们慈云寺它是用非常很正统的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范哈，下去进行这个普渡的这个祭典活动，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众哈，都会大家互相会转，告知对方哦，告诉其他的人，就说慈云寺这个普渡这个活动，所以每年都有在人数都有在成长当中哈，而且我们也会每年都会来参与这个活动。
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来庙里参加普渡人潮虽然不比往年多，但参加占卜的信徒越来越多。这边很方便哦，因为家里要准备很多东贡品哦，现在来占卜的人越来越多，庙方也是准备了很多，虽然都是素食，可是你看到两桌两排都很丰盛，祭拜这些好兄弟。中原普渡信徒全程戴上口罩，准备丰盛的贡品，虔诚祭祀老大公，祈求疫情赶快过去。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由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结合市议员林敏勋以及连恩典，一起争取基隆客运从新北市的瑞芳车站行经基隆市暖暖区，再到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南港转运站以及松山车站的跳蛙公车新路线，8月15号一大早正式成功发车。林佩祥、林敏勋以及连恩典一起亲自搭乘头班客运首发车来回基隆，听取乘客建议，了解各项问题，作为未来调整跳蛙公车时间和班次的参考，希望让暖暖区通勤的民众更方便。8月15号一大早，暖暖跳蛙公车正式顺利发车。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基隆市议员林敏勋以及连恩典一起亲自搭乘6点多头班客运来回基隆，收集乘客意见和建议，了解各项问题。像真可以点的这个都是这样。议员们希望乘客的意见可以作为未来调整暖暖跳蛙公车时间和班次的参考，希望暖暖区通勤的民众更方便。首班我们也一起搭往这个终点站松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的民众也非常开心。那同时今天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慢慢这个讯息他们也传出去了。那特别我们在车上也跟这些好朋友说，是不是大家一定要共同来宣传这一条，让我们这条能够说是活下去，让以后我们就会再继续的这个增班次、增站点，对，因为跳蛙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那个享有1280的这个双北的月票，那你搭捷运、搭公车在双北市区都是1280的月票。那更大的好处是说，在后端的很多民众也会有这个搭乘不上去的这个困扰。那这个跳蛙公车上面可以用跳蛙的 APP 先把它预定下来，那你一定有位置可以搭，那可以解决到我们后端尤其是这个协议山水往后面的这个站牌，包含那邮局。那未来我们要新增的这个水源地的站牌未来都可以用这个跳蛙公车先预定划票，就一定会有位置可以上去。很多人在 PTT 上面，甚至在网络上面，常常会质疑我说，为什么去动用双北的预算来去帮我们基隆人争取这个权益？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是北北基三赢的一个方案。基隆人搭车去台北上班，而不是自己开车；新北人搭车去台北上班，不是自己开车。这会让我们高速公路在汐止到建国交流道这段最拥塞的高速公路路段能够获得极大的疏解。而台北市政府如果说我们越多的小客车去台北上班，那他们第一个停车位已经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市区很恐怕会变更的拥挤，而他们在当地的交通，我们也都知道台北市市区塞车非常的严重。那目前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大量使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但是这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公车而已，是双北甚至北北基的公车都要一起来努力，把这个运量最大化。暖暖跳蛙公车 APP 可以上网订票，保证有座位，更可以使用双北1280月票。这条暖暖松山线从瑞芳车站发车，经过捷鱼坑站、四角亭站、幸福华城站、写意山水站、暖暖邮局站，上高速公路到台北南港展览馆站、南港转运站、玉成国小，再到终点松山车站，可以疏解基隆市暖暖到台北市南港和松山尖峰时段几乎客满的旅运需求。但是这条跳蛙公车路线能不能够顺利经营下去，也要看日后乘坐的客源量。因此副议长林佩祥和市议员林敏勋以及连恩典都不断宣导民众多多搭乘这条路线的跳蛙公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台电协和发电厂要从燃油发电转型到天然气发电，但是因为规划填海造陆、新建天然气储气槽，可能涉及到破坏外木山海洋生态和环境，以及基隆港营运等问题，引发民团和环团结合，发起基隆市民的公投来决定。但是因为担心基隆市政府的行政裁量会没收这项公投提案，因此召开记者会说明。在基隆护海公投领衔提案人市议员王醒之带领下，大家高喊公投审查快通过，基隆护海有把握。由于台电协和发电厂要从燃油发电转型到燃气发电，但是因为规划填海造陆、新建 LNG 储气槽，不管哪一个版本都会涉及到破坏外木山海洋生态和环境，以及基隆港营运等问题，引发民团和环团结合发起基隆市民的公投来决定的提案，并且早已经达到提案门槛的两倍人数2475人联署送件基隆市政府，希望依照基隆市公民投票自治条例的规定发起公投让市民决定。但是因为担心基隆市政府接下来的行政裁量会没收这项公投提案，因此请来专业的律师团以及基隆市野鸟学会理事长和野江花公民协会常务理事等人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呼吁市政府让公投顺利举行。基隆护海公投绝对支持能源转型，我们也期待县市之间能够发展友善的协作，基隆人愿意继续发电给台北、新北、宜兰使用。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空气品质牺牲的同时，还要我们用海洋生态、渔业、景观乃至到基隆港的营运作为赌注跟代价，我觉得那就是太欺负人了。第二，基隆护海公投我们很明确的，我们是反对填海造地。对于四街，对于协和电厂，基本上那都不在我们公投的范围之内。我们现在拒绝填海造地，其实不过就是要阻止基隆市政府卖海。第三，我们从头到尾都要求基隆市政府必须要回归民意。市长很清楚在市议会里面公开说，这件事情如果在基隆市没有办法达到共识，不可能说，不可能做。但是当我们再回问说，那如何达到共识，以及达到共识的政策工具是什么的时候，在这个案子上，他一如基隆捷运的翻版，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才会说，那就让基隆人自己来决定吧。然而，林佑昌市长每一次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总是说，不要把四街变成零和游戏。那我会觉得这简直是用这个说法来掩盖林市府他们只能作为国营企业的乖宝宝，而且不敢为基隆海岸发生的怯弱的事实。其实基隆市政府的自治事项，刚刚许多律师都有提到了，包含都市计划，包含海岸管理，也包含我们渔业资源的保护。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基隆的产业经济，这些都是自治事项啊。那为什么基隆市政府不敢用自己的自治事项来为基隆人守护海洋和守护基隆港，没有办法拒绝最烂的填海造陆方案，反而要用刚刚大家所说的这些毫无逻辑的理由，甚至是恶意的行政程序来拖延，来没收宪法赋予给基隆人我们最后可以用来用共识的方式来决定我们的海岸应该要去走去哪里。这根本就是凌驾民意之外，更压制民意。基隆护海公投领衔提案人王醒之议员不断强调，也担心如果没有经过基隆市民公投，真的依照台电方案填海造陆，破坏基隆海洋生态和环境的结果，也将成为基隆市另外一个林佑昌障碍。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2022城市博览会举办期间，最受民众欢迎的朱明人间系列绅士雕像，什么时候可以重返基隆再次展出呢？基隆市政府证实已经和朱明美术馆有了共识，预定10月份绅士雕像将再次现身基隆国门广场。2022城市博览会期间，位于基隆国门广场的这12座身形各异的绅士雕像，因为撑着伞拖着行李箱的外形与基隆港湾城市意象意外契合而爆红。
成为最多游客拍照打卡的景点，在展期结束时更引发希望能将雕像长留基隆的呼声。经过基隆市政府与朱明美术馆双方多次讨论后，传出好消息，绅士雕像渴望在十月份重返基隆国门广场。市长特别指示，那我们跟朱明美术馆来做一个讨论哦，怎么让这个人间系列的绅士呢，能够回到这个国门广场。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跟朱明美术馆来做一些商议哈，所以目前呢，合作的方向应该是不仅仅是让这个绅士的雕塑品回到我们的国门广场，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朱明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教育跟美的教育能够延伸，让基隆的小朋友都有机会可以来这个朱明美术馆，不仅是参观或者是这个手作的体验哦。所以这个部分呢，相关的合作事项我们正在商议中，那我们目前预定的期程会在十月份，能够让这个我们的朱明美术馆的这样的这个雕塑来回到我们的国门广场。至于是采取期间限定的展出模式，还是能长久保留，负责与朱明美术馆洽谈的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也做出回应。我们之前的合作模式是十天，那这十天是以借展的概念哦，所以我们十天到了以后，这个展是必须要这个回去朱明美术馆。那因为这个朱明老师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每座的艺术品的这个价值当然是不菲啦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一个最适当的方案，能够让这个绅士呢回到国门广场。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再会。我觉得走起来了，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网速只能这样了，不能这样，那就换中嘉宽频吧。中嘉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支只要999再送 WiFi 神器，现在就办中嘉宽频。怎么叫？有追剧又视讯，网速只能降了，不能降。那就快换中嘉宽频吧。中嘉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支只要999，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现在就办中嘉宽频。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嘉集团关心您。